出其他厉害哦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换另外一个了，还打到他，跑了。坤，啊，坤，你很累呢。而且，我喝水是往我眼睛里面倒，是怎样？好远，哪里？为了要撞这一棵树，好高！下来了。跟着翅膀一起上下晃。我以为他是撞人呢、欸，不是，没想到一路向北。我一路向北，离开有你的世界。哦，你很棒呢、欸。哇、哦，他钻过去，都是老鼠。翻箱。哎、欸，草丝龙保龄球快！冲啊！他目标是谁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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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保龄球困难。是又是枪将？啊，他不是，不是，他是丢投石，然后又往那边撞。靠这边来，再靠近一点点，走大一点，起来，
回国好好讲啊，达姆博士。达姆博士这次可能看不到。爸爸阿波斯。算。不过我是建议，我是觉得试试看。哎、啊，没有，操他！大过年的，讲什么操？上他！然后这时候就可以抓了，有没有？超贱！他喜欢地洞，啊、他喜欢地洞陷阱。我想说，怎么地洞陷阱效果变这么花？下来！地洞是不是？嗯，怕闪光哦。特别久，哦，有了，你很好可惜，你还真的是地洞陷阱呢，你还地洞陷阱，记得没死，哎、欸，小只的、欸，啊，跑了，什么小只？小只贝甲龙、哦，啊，草之龙。大龙玉 ASP 持续组合那就解完了吧，还有什么、活动任务，活动就是打冰牙或是雷狼那个、啊、哦，或是剪花，打票吧，打票比较吸引人。好啊，冰牙那个是什么的票？祭典票还是什么票？忘记了。做工会武器的。对啊。哦。帅气武器。很帅哦。哦，那一次升级是不是都要工会硬币啊？没有，英雄王硬币。对啊，就是英雄。哦，是啊。总共要就是那个麻烦的。那那那，然后打那个还是打雷狼的那个、啊？多一个奈斯哎、欸，我刚被打死哎、欸，这样就四个人了，都可以啊，那不然来打雷狼好了，好啊。雷狼命爆，咕噜令爆，咕噜雷狼。哇，你好可爱哦，全身毛茸茸的哎！没吃饭就骂脏话，是靠腰的意思啦。哭腰啊，哭腰啊！哇 ！SP 票，那个 SP 票除了吊饰、衣服還，还外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可以做？吊饰、衣服、外观，那个调查那边家具，哎、欸，都啊都用完了，还有什么可以用？好像没了吧？吊饰，嗯，
那我全用完了。啊？真假的？人家就欧啊。人家就欧啊。垃圾。真的是垃圾。我收集完了还多五张哎，我现在不知道那五张能干嘛。什么票、啊、？SP。SP。傻逼。傻逼票。那个。它可以炼金哎、欸，然后炼那个珠子哎、欸。那可以炼金哦。对呀、啊。我总是看到大感谢票是炼金，我没看到 SP 耶、欸。SP 是金金炼金术，好像是，我先去看一下。哪里啊？没有炼金啊？是找炼金婆婆吗？对啊。啊，是哪个古代龙的炼金？那个第四个调查团炼金，哎、欸，可是那个都是钢票、银票跟金资、哦、是炼金起来的。票这炼炼票是 SP、那个、没错。哦哦哦，是炼那个金资炼道具的，对对，道具最好，哦、对，用那个炼票去炼，哦、对。哦。什么道具炼金最后一个吗？哦、看到了。对。啊，那个票炼金票就是直接给你珠子，对，随机珠子，十个 SP 一个金之炼金票，我看到了，我有21个 SP， 哇，好扯哦，哈，还敢说我拔一堆花好吗？开玩笑，那刚刚还敢骂我，我没有啊，哎、欸，我骂你正常啊，我刷多久啊？夸张！哎、欸，一场30秒、欸，哎，不夸张吗？什么东西？我在座的各位，我听到非洲人在干，怎么办？靠！我来了，我要练武器。居然是穿心枪，怎样了？不行吗？没有没有，你不是也有？我是惊讶而已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对不起，我不能玩你的武器，我换，我换。没有啊。他刚刚口气，哇，居然是穿心枪技。哇，竟然偷学我，就凭你？你以为你可以驾驭得了他吗？就跟。打斗阵对面玩跟你一样的角色，你就要拼命干死他一样。嗯、对不起，我换我换。完全不知道我没玩烂游戏。我玩你的main角啊，就会开始先说怎么玩成这样子那么烂，就要去怼死他。殊不知他换了他的main角出来，他只是练角而已，换他怼死你。哦，哦什么？哦、oh, ，你换你换散弹了哦！哦、oh. ，你看你笑成这样，并没有，没不是哦，不是是第二轮的事哦。我行，就逃嘞，我跨过。哦，胖子跳啦，溅起了很大的水花。身为一个我，你我是太苗条还是太矮？你看不到我。还是你不把我放在眼里？啊？嗯，刚刚谁说只有我一个？啊，我没讲话啊。我跟你讲，有人嫁，有人嫁祸给你。哦，身为一个哦，我想说只有我一个。啊，开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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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身为一个生物博士 ，YouTuber， 先下去。找足迹是应该的。
嗷嗷嗷嗷嗷！到底要嗷到什么时候？恶龙咆哮。嗷嗷嗷嗷嗷！恶龙咆哮。哎，居然是软化！哼！不是，我在想要软尾巴还是怎样？嗷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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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雄降落失败，要被我要被砸了。感谢软尾巴的人，不管你是谁，你是个好人。有是我啊，我再见了，我觉得我要再见了。感谢哦哦，要求牺牲召唤，牺牲将将，我还撑得住。我还撑得住，感牺牲被封印的左手，我帮你查粉了。牺牲被封印的左边，我已经没粉了，我已经帮你砸两次了。啊！哎呦！你怎么长那么近？软化尾巴，感谢。你是好人，还差一下。有了？没有哎、欸，我打到哪里？为什么？还是他尾巴本身就硬的？哎，我打尾巴是软化的呢。嗯，我打是有框框哎、欸，黄白框框。这是什么问题？不知道我确定是软化的了，我打都是。我有看到软化的那个出来，可是为什么是白底黄框？他会不会尾巴不吃子弹的那个肉？哦啊，对了，他要强化，他要那个。Sorry。What the fuck？ 死掉了。怎么了？没有断尾，差评啊！听到废物的声音。哎、欸，刚才谁一连拿三个？畜生安吉，干垃圾！不要斩龙啊！我要雷狼啊！有要补吗？还是继续？没有要补。继续啊，没差。好啊，反正死就算了。我觉得我打得不错啊，打得不错啊。对啊，跟别人走啊，只是我那个啦，那个青奴的还没有配子弹到。呀，聪明，秘密。每次出去一趟，然后回来就对我喵喵叫，就直接，然后我的心在跳，然后在原地再塞那一下，喵喵，然后再出去，喵喵喵，很可爱、啊，然后再回来再聚焦，一轮回，
给他玩具玩，他又不玩，他不赏脸。哇！他觉得你给的玩具不好玩。哇！他觉得我是智障。没事。我是说他觉得是。嗯，他觉得你是智障。这种猫不好，不友。我绝对没有带着个人情绪说这句话。所以奈斯，你刚刚是不是觉得我不该拿跟你一样的武器？我惊讶，惊讶，真的混那么少人吗？不会啊，其实蛮多的哎。对啊，因为我认识的很少人。你认识几个人？我有在玩重棍啊，我只是这个版本还没做而已，慢慢做。哎，迷途，我跟你讲，我最会玩的武器除了锤子跟太刀，第二再就是超重棍的呢。之前他是第六名，第六名不多人玩。哎、欸，你也不想一下，我的就是第14名，你在那边嘴。哎、欸，比中枪还低。锤子第几名？锤子第9吧。哦。中间。对啊。我好晕哦，他还不下来。你这个发型超像大妈的哎、欸。哪会、欸？还是因为你配这个眼镜啊？大概是眼镜的关系。我觉得眼镜的问题，可以调个黑框吧？应该可以调吧？对啊，感觉就是那种，那什么，算命哦、喔，那个看心理，那个谁老师，那个老师啊？主任系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就看星座，什么老师都是穿那种带什么的。因为我拉的是凤眼啊。就特别那个，我现在看不到自己的正面，没办法拉大。哎、欸，啊，算了算了，喝下去，喝下去。哦、还好我的设定还在。叮，奇怪，现在那些零件强化、啊，就是所谓的贴皮，是不是？就是依照个人喜欢的外观去做就好了，不需要看那些数。没有吧？看还是看有看有还是有能力吧。啊，好吧。我现在下一个要防御力第二阶，但是要的素材我还没打到，脑槽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嗯，不、哦，我听得到他叫，怎么可能？是不是只有装饰啊？装饰？哎、欸，是怎么按啊？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。这个再加这个，啊，然后嘞，他要不要过来耍攻击？开红哎，有点好笑。不是耍攻击哪一个啊？我再让我研究一下，我需要软化翅膀。我软啦。不是啊，我还是会遇到你们不在的时候啊。懂吗？人还是要朱君儿想要让他撞墙的意愿吗？对啊，你们没有人在贴墙啊。哦，我在墙那边啊。你知道我的感受了吗？就有一个人中弩都不贴墙啊！我操！哎、欸，再转一下。看一下武器攻击、哎。被弄下来。抱歉。武器攻击、啊。我在另外一边。哦，这个。哦，好了，大概会了。还是我自己来比较快。我在学的话，我去换重，我去换锤子，等下来追你们。是不是拿锤子来追你们啊？你看，换个超重棍被嘴，换那个又被嘴，妈的！
啦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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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我被电了，呱啦呱啦，偷偷的小电了一下，对，搓一下搓一下，想说看看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哦，生气。哎，狙击镜是哪个东西呀、啊？我怎么找不到、啊？你要装狙击镜，然后在那个你的那个道具栏会看到一个狙击，哼，超会心计，哼，然后就装它，装了就可以用了。好，嗯、然后发现我在远远只是拿望远镜在看，靠腰，看得出来啦。哎、欸，我跳减少，我小水分分。哦，晕了，哦，行。他喷我，他还喷我，他没喷我，他没喷我。海啸！哎呀，喷水水。嗯、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呢、欸，而且他是差不多一百多场才练手啊。是重点是他快捷键真的是有够难按。哇，这样。哇！我听到有人需要我的声音了 ，Superman！ 我回去换超人装。我进去一下电话亭，等下就出来了。电话亭。我不能拿肉。因为飞翔爪跟那个爪攻击完全是不一样的剑。上去瞬间变智障。所以想爪跟爪攻击不一样的剑。对，因为它有分近战跟远程嘛，然后近战跟远程的剑完全不一样。哦，我懂你的意思。对，像我的爪攻击就是，右键跟左键，可是远程的话就变成侧键的前跟后。那跟长枪一样。嗯哼。我原本都是 L 三加一个圈就好了，长枪的要 L 三加 R 三加一个圈。弓才叫复杂，我也玩过弓啊，所以我弓根本不上去，根本不耍攻击的，弓超累耶。我那时候玩了一下弓，我就觉得我这次兵员应该完全不玩弓了。建议一律收刀后再来用飞翔爪。真的，我就是想要以后都收刀再玩。我现在长枪用飞翔爪几乎都是先收刀了，难得。注意哦。巨锤魔人来了哦，要来嘴人哦。巨锤队士。哦。哇，那个达瑞斯的那个。音效真的很悲戚。哦，还好只是被他咬到而已。巨锤瑞斯，2月2号 CWT， 我只会去1号哎、欸，我2号没有摊位就没有爆了。不啦，因为我几乎只去踢一天，因为两天太累了，会死了。我想二号没有摊位，是只能抽一天的摊位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只报一天，搞不好报两天都会上啊，因为毕竟都用抽签。他刚顺序讲反而已。对啊，白痴！我现在看着，刚看着偏左边的血量，再回答这问题，看看是谁的问题。Hello， 我画面卡了。Hello， 是在 Hello。是在哈喽，我的游戏断了。哦，啊，
我看到你一直往前跑哎、欸，怎么好笑？我游戏断了。哎、欸，你跑到不见了。我游戏断。你是巨魔的魔物哦。我滚一滚，滚到不见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看你一直往墙壁里面跑，跑一跑就不见了。好恐怖哦！怎么这样？我这边没有拍那个录起来，不然。哎，要下次要叫那个啦，江江路一边也开台来玩。嗯，我滚回去，我滚回去。我刚往前滚了两圈，看他跳起来，我刚往后滚。我就是跟奥特曼一样，六分钟到了，飞走喽。Please man， 奥特曼。嗯，奥特曼。自动还过，辛苦了两天，刚刚跳起来，我刚刚后面。哎、欸，尾巴，网蛙，没差了。